嗱，限量版有好多種啊，一般品牌咧都唔會做咁少嘅，即係一千啊、幾百隻啊，甚至二三千隻都係正常嘅。咁但係我手上邊呢只咧 ，Delma 咧嘅潛水錶咧。亦都係新款啦，咁樣有個動力儲存啦，係 Shell Star 系列啊 ，Shell 即係一個殼啦 ，Star 係一個星星咁解啦。佢嘅系列咧由個殼型去區分嘅，咁即係 Blue Shark 有唔同嘅一個殼型啦 ，Commodore 有唔同嘅殼型啦。咁呢只咧個殼型咧你要認得嘅，係一個半月形係嘛？佢呢個 crown 格係特別型嘅，同埋成個睇嚟咧，你係覺得好似有少少一個。即係龜殼啦，嗰種咁嘅效果嘅，咁啊，即係冇一個好突出嘅一個凹位啦，即係好似圓圓地咁啊，儘量咧好似成隻龜咁啊，即係係咪襟狀啲啊？成個睇嚟，所以叫龜殼咯，或者叫即係鮑魚殼啦，有啲牌子叫做嗱呢只咧係一個限量版啦，咁但係咧就限量咧係極少隻啊。少到咧，我都覺得係有啲誇張嘅。我而家講個 number 俾你聽啊。嗱呢只 number 我就唔講啦，但係絕對係一個。靚 number， 保證係一個中國人非常中意嘅 number， 並且係個位數字嘅，係啦。咁但係就唔方便透露啦。但係我講限量幾多隻，限量60隻。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即係你出街撞錶嘅機會咧，我諗可以叫做接近零咯。如果戴呢只 Delma， 咁我覺得抵啊，因為咧呢只當然係會貴少少啦。你見到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它是一隻動力儲存的顯示。這個動力儲存的顯示呢就不是一個普通用即是 SW 那些肉的了。基本上呢因為是 based on 2892改的嘛 ,2894 啊 ,2895 樣上去。所以你看到這隻肉呢比起一般的即是一個 Shell Star 系列呢、啊、是漂亮很多你覺得即是整個很幼細是吧它的2892那個舵呢那些一來一條紋呢是不是很有勢、啊、然後有 Delma 的一個 Laser 然後就 Gold Inlay 鑽金啦你就這樣看下去玻璃很厚、啊、即我覺得是幾襯一個很實淨、啊、很 solid 的、啊、一個好像防彈玻璃一樣我看到後面即是我有史以來呢看到一個最厚的底的玻璃那當然啦我想是要襯回的因為它整隻錶呢是非常大的即係起碼有44 size 啦，唔計 crown guard 喎，淨係呢個位咧都44，計埋呢度啊，哇！真係由個的度計咧，我諗47即係冇得走噶啦。嗱，講多樣嘢，一個面嘅設計啊，擰下個圈先，都係好爽嘅，120K。嗱，我講講個面啊，個面咧，你覺唔覺得咧有少少熟口熟面啊？點解咧？你覺唔覺得有少少似 Omega 咧？但係佢唔係用喺潛水錶度喎，佢用喺咧賽車啊。佢個花名咧叫天天啊。嗱，天天咧係 TINTIN， 即係咧呢啲咧咁嘅粒粒。咁其實佢都係一啲秒鐘或者一啲分秒嘅刻度嘅。但係咧佢係卡啦咧，即係感覺上咧你係。可以計到一啲好精細嘅嘢咯，咁但係佢係前後間咁啦，即係好似一啲其實天天就係講呢個意思啦，一粒，所以感覺上咧，唉，又有嗰種好似好精密計時啊、賽車啊、chronograph 咁嘅效果啊，咁但係，唉，不過潛水錶咧有呢啲天天嘅一個造型咧，我又係好少見喎。嗱，除咗黑面之外咧，即係成個你見到第二配色咧，都係想玩一個，即係佢一定要用白針啦，咁啊粗壯啲。其實如果你話隻錶嚟計咧，支針唔算好粗，咁但係咧，因為佢係用白色啊嘛，白色夜光、白色嘅外框針，咁所以整體上咧嗰、那個比例上就襯翻啲。如果唔係咧，你用一個銀色嘅針咧，就會比較。即係覺得你係哇咁幼嘅支針，咁而家比例上叫泵翻大佢啦。嗱，你覺唔覺得咧啲 indexes 咧係一啲好特別啊？第一做咗個橙色啦，但係咧佢又唔係金屬邊嘅喎，係橙邊喎，但係入邊咧就搽咗啲好似即係藥膏啊，有啲藥膏嘅感覺係嘛？一啲藥膏黃色嗰種效果，佢我諗佢係特登嘅，即係有少少咧，好似啲 Maxi Dial 啊，以前嗰啲藥膏面啊。嗰啲好黃夜光啊，好平啊，唔會有好多即係金屬感啊，咁啊有少少
懷舊啦，懷舊嗰種感覺啦，又襯埋啲橙汁啦。咁啲橙汁都 OK 嘅，冇乜評論啦，都咁啊。好似我覺得係有一次有少少有啲蠟燭嘅感覺，上邊咧嗰個尖頂咧，好似即係一支 candle 去到點啦。六點鐘俾個即係動力儲存 indicator 去到霸住咗啦，咁所以你見唔到咧一般。平時嗰啲 Shell Star， 譬如直情係寫埋幾多米啊，寫埋 automatic 喺下邊啊，或者係直情將個 Shell Star 嗰個 collection 名喺度啦。咁呢只咧就因為咧要擺呢、這個即係動力儲存顯示咧，就冇咗嗰啲效果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只會更加好添。個原因就係咧，即係起碼機芯靚啲啦，係一個好好靚嘅特別版啦。你見唔到個 number 啊嘛？同埋咧個玻璃係厚啲啦，即係後邊。靚機芯啲啦，即係起碼整體上咧，你覺得咧，即係功能又強啲啦，又係即係產量又少啲啦，後邊個底蓋咧，即係無論嗰個玻璃嘅做法咧，同埋成個機芯嘅設計咧，你都覺得比一般普通嘅 Shell Star 咧係勁啲、靚啲嘅。前後嚟睇，即係包括即係天天嗰個設計啦，天天同埋面嘅設計啦，唯一一個。即係特性啦，亦都係缺點啦，就係咧唔係咁多人戴到，即係起碼我自己啦，我嘅手咧係戴唔起呢只錶嘅，因為咧唔計個 crown guard 打橫咧都已經有40cm 噶啦，只錶應該係定價咧係10,000到1,000嘅一個10,000到尾嘅一個公價。